有一件上古时期的宝贝，这件宝贝受炎黄祖魂的庇佑，得志可以得天下，据说只有三界侠客合力才能取得。按三位施主的扮相，可是三界侠客？什么侠客？我们呢？那是 cosplay。 是什么类？我那个梦成真的了。大壮梦见唐朝时候魔族九黎部落复辟，天庭特地召唤三界侠客来铲除魔族。魔族是铲除九黎部落？爱铲谁铲谁，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？光复九黎，重返三界，指日可待。光复九黎，重返三界。这把斩妖退邪乃上古时期斩断魔族首领蚩尤的神剑，如果你们愿意帮助大唐，就用这宝贝把我们三界的力量结合起来，打败九黎部落。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玄武二祖国的真正实力。看本能的。闭嘴。一仙一魔，可惜少了个人，难成气候。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，首先要战胜自己，才能战胜一切，实现你们的使命。你们什么人啊？中国人。中国？没听过，是小地方吗？中国都没听过，你二逼吧。什么逼？